上面少那一条啦，少那一条。你按 tab 看，哎、欸，有铁矿，有铁矿。他的人设头发怎么特别黑？哎、欸，对，对啊。他怎么看起来没有第二层的感觉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我问一个你们很认真的问题哦。嗯，好。你想要我做盾牌还是你们做？你把工作台放出来。坏啦，我在你后面啊。来来来，做几个熔炉可以烧铁。我做两个稿干嘛？哦，欸、我听到蜈蚣的声音。哎、欸，这里有碳，可以挖一下。哎呦，然后我看到哈基的名字。干嘛？干嘛？看到我明天你就要那么不开心好不好？你看我挖那地方，不要走在前面。哭工哎、欸，不是，我刚刚正着头，然后在挖煤炭，然后挖一挖，差点就掉下去。把它补起来。很恐怖的。哎，地牢，地牢，有地牢了。我只在挖铁而已。你先弄盾啊！等，可以做盾，可以做盾，可以做盾。等，谁在我后面？小雨，吓死我了！你们真的不做盾，我要做盾喽！龙鹿也三块铁。好，把心做一下。哈基，你要不要先过来我们这啊？哦，不用，我这边很多铁，我先弄完。好吧，那你先单机。嗯，没关系的，单机会赢。因为没有队友害的意思。爱兵啊，阿加哎，两名。是哭工的。唔免怨叹，对，我都唱起来了。哎、欸，小雨，小雨，嗨，你看这里。我都觉得好猛哦，费用再听大家都会唱。哦，我为什么会漏掉这个？我不知道，可是我刚被那个煤炭吓到了。感谢 A 叔订阅，骨头，好多，可以骑马了吗？还不行，那是开而已。对。干嘛、啊？呼吸困难哦。你是真的呛到了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呛到了。哦哦哦。缓一下，缓一下。这种呛超像胡椒粉呛到的、欸。你刚刚那个让我想到，让我想到之前跟奶油见面，他真的都是这样子。真假的？就是他的那个呼吸道变很差。哎、欸，有我觉得应该是刚吃那个水饺，喉咙还有胡椒的味道。水饺，水饺，水饺，水饺。你是沙哑。我。你刚刚那个谁讲？谁讲？你要刷吗？那这个先给你，可以打一下。他们是都往下挖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在神怪砖这边。我看到 ID 了，往左边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你们，我是说他们的啊！我摔到了、哦、啊！哇啊哇！让我出去啊！可以打做那个碎石吗？还是拿个什么之类的？啊，对，我刚刚不是打很多鸡？我要打火石。哎、欸，另外一次在哪里？我要走打火石。隔壁有洞哎、欸！好，土怪。里面有窟窿，里面有窟窿，里面有窟窿，里面有窟窿。我们这里有很多窟窿。这里有没有窟窿嘞？哎、欸，这里有哎、欸，这里有生怪砖哎、欸，你也有生怪砖，那里也有，对我这里也有。那这里嘞，来看一下每个洞，这个洞好深哦，总觉得有点恐怖。这洞好大啊！哦，我就收集到全套铁装嘞、欸！哇，太猛了吧！救命啊！你在哪？不要射我啊！我被蜈蚣射啊！射蜈蚣！哎、欸，我有一把、哦。好，我逃离了，我逃离了，我逃离了。啊，没有碳了。隔壁的洞有蜈蚣。
可以插个火把，插个火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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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噔噔噔噔。人就按到北色了一件，好不爽哦。哎，雨月的头发又回来了。哎，正常。移动式。哦。让我走。这还会生鬼啊？哇塞，这也动。哦，好像还会生呢。哈记，你刚刚是有在洞穴底下插火把吗？对啊。哦，难怪我找到一个好亮的洞。打工仔上去。可是搞不好他没有哦，小心一点哦。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，身上贴的太够。上去看一下，哇，天黑了。他们是都跑去挖矿是不是？应该是吧，很安逸的感觉，就比较正常哎。繁星，你要回来了吗？还没啊，怎么了？我想要包封门了，强力士。好了，封！哎、欸，哈基嘞？我来了！你这个位置好可怕啊！不会啊，他站下来的时候是安全的。哦，好吧，他在上面才是危险的。好吧，那我往下挖喽。给你好了，你全套哎、欸。对啊，铁多久给你？都给你，这个给你。这什么东西？因为后面有个洞，我想要去。是不是石沟影？哦，是鬼耶！没电池呢。有啊，小雨在打啦。哦、哇，家就这啊。要修哦，要修贵呢。我够。要修贵哦，要修哦。你要修贵呢。哎呦，妈妈咪呀、啊！我这边有十二条线啊，你们要不要做工？我有啊，我这边有啊，我刚做了一把给他。喂，我还有，还是你要没？好啊，我还有一把。一把！哎、欸，这里是神怪钻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射得到？没有，不是他就跑上去了。哎、B， 会神怪就对了。对，这里还是太暗了。哦，哎、欸，还有，我把，我突然看一下，我快捷键上面没方块。我们的血太残了吧！我、哦、放不到。啊！灭了！啊！要掰了吗？外汇。哈哈哈！我应该放哈基自己一个人在里面的。不要啊！上一场也是这样。你看，哎、欸，我这条通道好衰哦，铁矿完全是零哎、欸。我刚刚也是啊，我挖到最后是巧克力乱走，走到就是他们天眼兵才找到铁，不然我整场都没铁。我稿子爆了。全身头痛，等下死一死怎么都没了。哎、嗯，孤寒秋。哎、欸，这里有风声。哦，快挖到零零了，应该是零零吗？照这个坐标来看的话，可能啊。第十区，聊天室听得懂哦，飞龙在天，哎呦，哎呦，请问你哎呦，想要去到丁？哦，铁，好开心哦！我帮你把熔炉运下来了。我挖到十一嘞，这边可以开始。来，熔炉在您后面哈，喵哈大大，您烧就好，不要拿出来哈。哇，青金石哎、欸，好开心哦！我们有甘蔗吗？没有。对呢，没想到玩到那么后面。其实我们待会出去应该是蛮方便的啦，只是不刚刚好像没看到。
都是花花。可是我觉得小雨那边要走了呢、你会被夹。其实有点说过来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下来了？我在这里哦。你要想我？你会被我们夹哦。哎哎、欸欸，我没挖你脚，叫我在挖炭。在挖炭。你在演哪一出啊？我在演飞龙在天。哇，我们这一层很容易撞到他们哦。你的哭控子。可是这个最好像是黑鱼点的那个对唱歌，男女对唱歌，台语，没人陪他唱，还要陪他唱。你那时候不是很努力的陪他？对啊，很累耶。台语对唱也太难了，讲的好像很边缘一样。不是，他台语不好，然后要陪他唱。是海波浪是不是？对，对对对。青金石，好多青金石哦，我有挖到，我还挖到红石。好多岩浆。僵尸叫，对啊，僵尸的咚咚，僵尸僵尸脆。是我觉得苗涵应该讨厌那个人，《还珠格格》。啊！哎、欸，我那天真的耳鸣哎，那真的很夸张哎。拜托、啊，因为大合唱到耳鸣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那时候在点歌，然后哲平在旁边，他直接对着我的右耳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耳鸣，你知道吗？很夸张。我觉得最好像是睡到分手，后面我们已经回不去了、欸。我觉得那个胖老爹没有留记录，好可惜。下次再来。哎，为有什么挖沟？麦当劳、肯德基、必胜客，什么挖沟？胖老爹，那个好可惜哦。我这边有个洞。胖老爹， really、胖老爹，胖老爹，胖老爹，胖老爹。那个真的太白痴。啊、女巫啊！干嘛？你在讲女巫话吗？女巫话？你在跟他沟通吗？请问？我也跟他说，你不要怪我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挖到边界了，吓死我！小雨，给我几根箭矢就好。好啊，我也只有两根箭矢。我刚刚丢了四根给哈基。哎、欸，被、欸、哎、欸，巧克力过来，巧克力过来，哦、繁星你旁边，巧克力把我烧了。哦 ，Oh no， 繁星。哦，他们从上面挖了。哎、欸，小雨就在你前面哦。你不要出去哦，你往后退哦，他们找不到你哦。你随便拿一个东西堵一下哦。哈基现在在跟。巧克力对峙，他们没发现你。小雨，你可以躲一下，你可以把找个东西。我头上有人吗？没有哈。你在哪里？我看一下啊。哦，原诶、你没有，你头上现在目前没有人。啊，他们在。你现在头，你如果往前走的话，可以遇到允月，但是有稍微有点距离。好。啊，允月回头喽，允月回头喽。他在你诶，允月在你头上。正上方。允月现在。啊！他们找些，哎、欸，他们在想，走，遇到，前面，你可不可以抱好一点呐、啊？不是啊，在找你路啊，用绕的吼。他们也有天眼兵啦，所以再怎么躲也没用啊。可是我不会往这边走啊，人呢？你往后面，哈基，你后面，后面是哈基，后面，我知道啊，后面那边，就后面。算了，他们想挖你脚脚。小雨，你现在稍微往前应该没有关系，因为他们在下一层。稍微往前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往上挖，往上挖。对，而且有一个生怪箱哎、欸。他在你脚下，他自己在你脚下哦。对，小雨这个位置往上。你们听到挖洞声？有。他们在想办法挖。一直往上，我看可以挖到。
小雨你往右一格，然后要快一点哦，边界要来了。你们他的东西爆掉了有没有？还没，等一下，快一点，他们准备挖上来了。往上，往上，不用再右，不用再右，一直往前。好，你往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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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就好。往前。你有看到爆东西爆掉吗？哦，这里。你看，我快，上面那个挖掉，上面那个挖掉。然后你右边现在是边界哦，拿快一点。巧克力边界要来了，右边边界要来了，要你快往左。巧克力估计只有两根箭矢啊。往左，往左，往左挖。往左前，你要被夹了！你有拿到好东西吗？他有弓箭哦，没有，我的弓箭。好吧，那你要死，你要死，你要死，你要小心。他没，他应该没，他没箭矢，你跑。往上左前逃，他到你哦。往上左前逃。他没箭矢了，他没箭矢。因为，你现在你的左边是边界、啊。巧克力被夹了，巧克力被夹了，巧克力被夹了。哦，好，安全了，安全了，安全了。你开始玩，看你要怎么玩了。妈妈，你要跟哈基会合吗？跟哈基会合啦。对啊，我想再会合一下。帮忙，我来了。我现在看得到了。你现在会被刀到脚底哦，你小心哦，他捞你脚，他想要到你脚。哇，小雨、啊，他补起来，这边用弓箭支援，你要小心你的脚底被挖，你下面只有一格。啊，不然你给小雨岩浆桶，